而且重点来喽，你看这么精彩的表演，对不对？哎，全台湾的人很想要看，但是只有3000个人可以看得到。哦，哎，为什么？因为只有限量，对不对？就三千场而已啊。3000场，而且3000场会带每场只有一个人来看，观众。我们视情况，假如我们的票房有没有？一开卖就卖完了，我们随时有可能加场。哇塞！哦，不然你问他们，有可能加场哦。家庭如潮的话，你自己一个人，从高雄的台北一个人，再加演3场，全本演完。好，90分钟都在讲那个电影在演什么。所以说，一开卖了，赶快要去买，好不好？很容易就抢不到了，对不对？什么时候开卖呢？7月几号？21号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今天开始卖。我们在访问的同时，可能已经卖完了。哎呦，千万要赶快去买，太快了吧？已经卖完了，有可能。我们的机制会开始，已经20分钟就卖完了。卖完了，这样可惜。不行，对，等一下，好了，还是去看一下。拜托了，在哪里卖了？在哪里卖？在。年代的售票系统啊，年代售票系统，大家上 iPhone 呢也是都可以买得到的，好不好？对，所以不要再找借口说买不到票了，就是随便地方都可以找得到。对，我们不要那么高好了，我们拜托他们买。拜托，好笑，很好笑，真的很好笑，是北中啊，拜托。真的，好不好？真的好笑。3000个位置，你一个人就3个，我们就卖完了，好不好？拜托大家，拜托一下。9月的生活费就靠这个，真的。我们在筹毕业车费用，真的。我们这个笔很好用啊，大哥。耽误你3分钟就好了。大哥，帮忙。太好了，好，不要给我，我们下次再看。来，刚刚那可以剪掉。店长直播是啊，糟糕了。所以再次呼吁大家一次，好，再次呼吁大家，我们的票在今天7月21号的晚上呢，准时开卖在年代售票系统。我们的搞笑者们将会从高雄、台中、台北这样的巡回演出，欢迎大家到剧场来看。我为什么到我这边变这么严肃啊？你自己要把气氛搞，太搞笑了，不好笑啊，刚刚的，催一下票，哇！是的，我们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搞笑的搞笑者们。OK， 好，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？OK， 没有。还要补什么吗？什么？好，裤子，鸡兔子，还是你裤子一直露在外面？